高兴啊，再吐下去以后，生命就没了。嗯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给你们我们那个记者啊，我们的媒体啊，我给你保证，等到首映会你们非看不可，保证好看。哦，里面内容太多了，导演很厉害，但是我也很拼命啊。编得很棒，什么里面呢都改得非常的特殊。我希望我们这个大伟罗曼的兔啊，会很棒。哦，希望哦。大伟罗曼的兔。兔，我们第二句不是兔。啊，兔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表演者哦，正在这里，演我的太太苗可丽演的这一次不一样，尤其是那个有一个女主角。那个林静雯，她也是演来勾引我的，也是苗可丽的亲妹妹，哦，好好笑，而且那个三朵花已经哦被经纪人哦邱怡宽牵走了，哎呦，哦，那内容我就不告诉你们，哦啊，这一次彩洁演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，因为生孩子了，刚才我旁边那个胖胖的，就是他的儿子，好可爱。但是都跟我在一起，被我惯坏了，非常好笑，专门在整我，哦，这个很厉害啦，绝对从头笑到尾。对对对对，很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对。那这次还有跟叔叔啊，有什么抓东西的？有、哦，不好意思讲哦。哇，这次抓更多了，哇，还抓很久嘞。哎吼。叔叔，你知道他吃定我的哦。哦。那姐姐要不要讲一下，这次跟朱爸爸一起合作的感觉怎么样？就这一次在那个故事里面，有很多我们是一家人一起生活的一些情，然后其实玩得特别的开心，但也有很多很感动的部分。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淡水拍，然后去到店家，他们都说他们看了十次的《大伟鲁莽》，然后都非常期待二的上映，所以就很期待大家过年的时候又可以再一次全家团聚。所以真的是放得更开了，是不是？非常各种放开，各种放开。嗯，那你想比较特别的可以讲一下吗？有跟他演戏啊，他演戏那戏里好啊，演技不错啊，我跟他演都哭了，话都讲不出来了。哦，啊，我又怕第二次哭不出来，所以第一次就要赶快 OK 哦，跟彩洁演啊。我们这一次《大伟罗曼》的二哈，里面的演员每一个都很棒，非常棒。尤其是看到那个林静雯啊，洗澡那一场，哇，身材好辣哦！哦，他好敢表演，让我看。让你看，有没有偷摸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敢。重点是只有给你看。观众也看得到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去看就知道。没有，我还有一场戏哦，摸他是邱怡宽导演加出来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洗澡明明是你自己要加的。哦，讲清楚讲清楚。但是林静雯啊，不错，他很敢演，很敢演，哎，他演得非常自然。下次可以换我演呢。不好意思啦。我先声明哦，本片有关任何那个情欲有关的，都是朱大哥自己的家，自己加的，自己加料的。爸爸这次很满足了哦，满足，拍了非常长，非常长，这个剪了决定很困难，哦，但是啊，
我保证，好看，保证首映会你们呢、啊、决定会提早想要看，嗯、真的看出来你们决定会很爽。今天另外一个男主角怎么没来？今天男主角在香港，他有打电话给我了。对，啊，有打电话给那个邱宇宽导演，他说先打给导演，然后打给我，叫我讲一下哦，怕我乱想。我说不会啦，这一对年轻人我都蛮喜欢的。郭采洁都没乱想，都你乱想了。哎，他就怕我乱想啊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。我来替你向媒体说声对不起哈，他在香港哈，改天呢、啊，有机会，哎，是不是故意要审？对呀、啊，换个另外来换。干嘛呢？没有没有，有必要吗？对不对？我相信不会的，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哦，很棒啦。他打这么多通电话有给采洁吗？有没有打给你？明天 email 跟你说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右边来，小杰，右边，右边。实力有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